这个国家是在非洲吗？对，这么快。大家开始了啊！我会想一个国家的名，然后佳琪你要猜出来，通过问是不是这样的问题。好，好现在我的脑子里已经有一个国家名了。好，你可以开始，OK。提问了。这个国家是在非洲吗？对，这么快。这个国家是在北非吗？不是，南非吗？这个国家是在南非吗？是，这个国家是肯尼亚吗？不是，这个国家是，这个国家是刚果吗？不是，你可不可以用别的角度？你要把所有的国家都过一遍吗？好，下一个问题，这个国家最有名的是，大家会去这个国家看这，或者这一部分去看动物大迁移吗？不，我觉得不会，应该不是不动物大会。迁移比较有名的国家。这个国家靠海吗？靠海，靠海，这个国家靠北边的海吗？还是不是北边？说错了，我想上北下南左西。这个国家靠的是西边的海吗？不是。我把地图打开一下。好，可以了。把地图打开。OK，差不多。这个国家，刚刚说不是在北非是吧？对。这个国家是在，这个国家是一个岛吗？是。那这个国家是 是塔纳纳利佛吗？我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国家呢。我也没有，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岛，好，继续。毛里求斯。这个国家是毛里求斯吗？不是。它是一个岛是吗？哦，它是一个国家，还是一个国家的一部分？据我所知，是一个国家吧。非洲不在北非。对，你说它是靠西边的海，对吧？我没有说，我你问是不是靠西边？我说不是，不是，它西是边在南非。有点不太清楚啊，我就直接就是我就想象的地图的这个西东西南北的西，那就不是。是这个算这个不算北非啊？是索马里吗？不是，你刚刚就是刚开始，你已经问的是不是北非？我说不是北非啊！你在这个思路上，我觉得这个有点靠东，应该是在啊，东边那块。我觉得这个国家在中非吗？或者靠近中非吗？我觉得不。这个国家是，等一下，坦桑尼亚，也可以用别的角度啊，坦桑是这个国家是坦桑尼亚吗？不是，这个国家是有四个字吗？中文的呀，翻译成中文呢、对。
不是糖问题啊，这个国家是三个字的吗？不，也不是。这个国家是两个字吗？也不是，那就是五个字，对吗？是五个字。对，埃塞俄比亚是吗？不是，哎，但我们前面说的，你问到是不是个岛，对不对？我说是。对，马达加斯加。对了，哎。啊，不在北非，不在中非，不在东非，是一个岛，然后不是看动物大迁徙的地方。这个国家的名字有五个字，马达加斯加。对，我当时看的时候没看到马达加斯加，我只看到了塔纳纳里佛，应该是他的那个没首听都。过。好，好的，现在轮到你出一个问题，你要我继续出回一个问答题，是，是国家吗？你觉得我们要继续玩国家，还是换一类？我们可也可以玩嗯哼，名人。名人，对，我觉得你应该知道他。好吧，那我们试试。啊，你已经说他是一个名人，对吗？对，好，是中国的名人吗？不是，是美国的名人吗？不是，是欧洲的名人吗？不是，还能是哪？是非洲的名人不是，是南美洲的名人吗？不算是，不算是，那就是中美洲的。对。好，是墨西哥的名人吗？对，一个都不认识，感觉好。墨西哥的名人，他是男的吗？不是，啊，他是女的，对吧？对，好，墨西哥的女的名人，好，他是一个演员吗？不是，他是一个政治家吗？也不是，他是一个艺术家吗？算是个政客吧。算是一个政客，好的，半半个政个政客，客，好，对，他的主要工作和政治没有关系吗？没有，好，他是艺术家吗？对，嘿嘿嘿嘿，他是女的，她是艺术家，哎呀，她的名字叫，她的名字对，他是不是只有一根眉毛？对，他确实只有一条眉毛。Frida 对，弗里达，弗里达，就叫弗里达，对，这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墨西哥人，我认识的，我知道的墨西哥名人吧。对，我也差不多。对，我觉得这个你肯定，我觉得这个你肯定认识的，手下留情了。